开合。不倒真的很难。你看，你先控制，就是你先直接倒，就是你先控制一下，五十头先控制一下，第二下再爬下去。你被别人一棍子打，就是有时候是一裂，就是你没那么容易。真的，直接飞出去有点危险。我觉得这样更自然一点，没问题。